哎，这俩就是你那朋友啊？不是，我之前没见过呢。他俩刚从南方回来。那咱俩今天得好好招待招待他俩。你别一出来就犯骚病啊！你看我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买了 iPhone 五，你就要五 S。哎，你俩南方哪儿回来的？从深圳回来的。哎，深圳回来是不一样啊，这把咱算是长见识了。看别人有了 iPhone 六，你又要破了。咋呢？咋的了？你不感觉你很拥挤吗？还行，我仨坐这块挺松快的。哼，过来。你那地方太挤挺了。哼，我这地方还行。看珠子掉地摔八瓣，我攒钱。嗯，那下次联系啊。下次啥时候联系啊？不联系了。我咋不联系了呢？别交了。不是因为啥呀？刚才不说好的吗？因为你太热情。你看这不完了吗？你说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皮肤真好。干啥呀？滚一边去。哎，你做人厉害不？我杀人厉害。那个，我有个埋藏在心底的小秘密想跟你说。那你把这个秘密烂心里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说嘛，宝宝。能不能像个人似的？有屁快放。我爱你。有病啊！再说我还删你。奖励我，女王大人。你是真变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咋的？我拿你当哥们儿，你想睡我呀？哎呀，你就给我得了呗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你要不要？还想奖励我？你犹豫了，你心乱了。铁子，你记住，我就算对沙漠的骆驼有想法，也不可能对你有想法。我爱你。你能不能学学南方妹子说话？别一天老吵吵的。学不了。你给我学一个，我再给你夹俩菜。哥哥，人家想吃肉肉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就这么说话能把我憋死，你就是在家拔个菜我也学不了。那你说话学不了，那你吃饭能不能优雅一点？你赶紧给我滚犊子，你信不信我一块头杵死你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货娘们一个。老铁，干啥呀？你把眼睛闭上呗。干啥？你闭上，我给你点好东西指定好。伸手，伸手。你给我这样干啥呀？你我给他瘪了干啥呀？花是无罪的。你是有罪的。以后滚下拐子车。来张嘴。好吃吗？你有事儿啊？没事，再吃一口。你自己吃吧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不是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借钱呢？不是我跟你要借钱的话，我顶多能借你二百。老铁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今天不是奔钱来的。五百。我不要钱。一千。我真不要钱。那你要干啥呀？你说呢？我说我给你一嘴巴。哎，哎，我闹玩呢，我拍段子呢。哎，松口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喂，你他妈怎么还说了呢？你他妈虎啊，饼子，你瞅给我咬的。谁让你欠的呗？你知不知道人有人也能得狂犬病啊？我咋不信？我要得狂犬病了，我第一个咬你，我他妈哪儿都咬吧。你要是得狂犬病了，我第一个给你宰了，炖了，吃肉。吃。啊。你这花都掉逗你的，我没病，我没事儿。起来，张嘴，吃。我是没事儿。嗯。你小胆儿呗。不信那我吓。给我整个哭。你把手给我。为啥就给我10块钱啊？因为我兜里就剩10块钱了。都给我了。啊，你去买张彩票去。如果中了，你就资本点彩礼来我家；如果要是没中，就说明我遇见你花光了所有运气。我就喜欢你穷的一批说话这么有格局。那再怎么的，那格局得打开吧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彩票了？嗯。其
庆祝我中大奖，然后我就拿钱去置办彩礼了啊。OK， 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省有一百元，随便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催婚反客为主。话题带那份最初的情怀。妈呀，别看电视了，别往这一堆碎了，你不走出去我咋找对象啊？我衣服穿完了，我得做饭去了。你做什么饭呢？我不饿。不是我，你给我找一个，谁都行，找一个。我都三十了，妈妈，我再不找，我找老头了。我整二婚的，带孩子的。哎、光辉你光光，你不可怜可怜我，多找一个。你就光出和平。笑着互相伤害。这回指定是不能催婚了。哎呀，脑瓜迷糊呢，找对象呗。我找了二十多个啊，有比你小两岁的，有比我大两岁的，你看哪个合适？还是阿姨办事效率高。狠狠地推开，还没走几步，又转身回来。